非常壮观，非常难得的雪景。漫天乌云，看看这天。难得有这样的景色，一句话，踏雪寻梅啊！看，这就是我的雪，我的足迹。看一看，再看一遍，我们走。心广神怡呀，看看，非常清晰。给大家拜年了，狗年吉祥，狗年旺旺。我处的地方就叫是华盛顿地区，美国第华盛顿地区最高楼，对吧？不畏浮云遮望眼，只愿身在最高处。好了。